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再把你刚才说的故事再讲一遍好不好？我刚才说的故事就是关于什么是健康，什么不健康。我说的两个，比如就是薯片和苹果。苹果大家也都知道是很健康的东西，薯片不健康。我就告诉大家薯片怎么不健康和苹果怎么健康。讲完了吗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小朋友。你好。你刚才讲了个什么故事呢？就这个故事就，我是说饭是可以给你 diabetes， 就 diabetes 好像是，有，就我说饭有很多，再讲一遍，中国用中文讲一遍。对，可以。就我说的故事是饭是白饭是不好的，因为有很多糖在里面。就我说不要吃白饭，吃好像healthier 的饭。讲完了吗？嗯，完了吗？对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刚才把你的健康故事再跟我们说一遍好不好？好吧，就是我刚刚说的呢，就是体重管理的重要性。我爸爸呢就他需要学习怎么体重管理，因为他就有点胖，所以啊，对啊，说，接着说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。你觉得你爸爸太胖了是不是？就是我就说怎么样，体重管理怎么样重要，而且有些人他就是只做运动来减肥，有些人就对啊，有些人就像我爸爸一样，我爸爸就是只做运动，就觉得自己会减肥，但，他做要是他，做了多点运动的时候，他就，会吃了多就会吃了很多，就会吃很多食物，特别是那些垃圾食品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减肥。那你爸爸现在减了没有啊？一点点吧。哦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你把你刚才的那个健康故事跟我们再说一下好吗？我刚才讲的故事是要教女人怎么玩孩子的时候照顾好自己，因为孩子对我们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只要女人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的话，孩子就会照顾好。所以我想要给女人这个机会养一个健康的宝贝。好的，